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来到 Night Store 频道，我是你们的频道主小燕 Night。 如果你是新观众，请记得再帮我们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有最新的影片你都不会错过。目前频道已经开启了会员功能，如果想要免广告下载软体或是抢先看影片，可以再加入我们哦。这期的叶翔来介绍的是过任务赚点数的 APP 小猪出任务。这是一款可以透过下载 APP、投票、观看广告来赚取点数，这些点数可以在 APP 的商城内换取各种虚拟商品，从 LINE 的指定卡、 7 现金券、全家现金券、莱尔富现金券、 OK 超商现金券、 MyCard 点数、橘子点数、贝壳币到蛋挞、茶叶蛋、电影票都可以换。虽然目前的任务是比较少一点，但是偶尔解一个任务就能赚一大笔的点数是真的很划算。随着时间的累积，就能累积到一定的数字，让你换你想要的东西。在 APP 内也有提供各种的社群聊天与投票，也有交易市场可以让大家用其他的虚拟商品去换小猪点数，还有更多的功能大家可以下载来使用看看。如果愿意的话，也可以输入我的推荐码 1001F118， 输入后你也可以拿到点数哦。那这个 APP 在安卓与 iOS 均有上架，下载链接已经放在资讯栏内了，请自取。那么这部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再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的频道都会分享各种好玩好用的软体与网页，还有我个人的废话与生活体验，也有各种暗黑传送门给大家使用。那感谢大家，拜拜。